董山菜，我喜欢你。就算你逃到火星，我也会追到你。道明寺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我上课要迟到了。山菜现在可是我女朋友。没有，不要乱说。道明寺跟你告白，你不开心吗？我还以为你是喜欢他的。我，女人呐，真的好麻烦。 一个男人有体力，有颜值，有担当，身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虽然阿四很脑残就是了。你干什么？面对自己的感情，真的好难啊。谈恋爱？嗯，是啊。不是啦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！你到底想干嘛？请我吃饭？啊？快点，我手都酸了。你昨天跟山菜到底去哪了？ 电梯，我竟然没有拒绝他吻我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他还知道利用道明家的威望，为自己铺路上位。可如果他以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脱胎换骨，变成另外一个优秀的女孩。 这简直是个笑话！放开我！我今天把他们两个找出来是想筹备婚事。不是怎么样都不会娶这个好子。如果你继续纠缠下去，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自己。山菜好像是你们以前玩的玩具一样，等阿四得到手了，扭头就把他抛弃了。那样的话，受伤的是山菜。当你想哭的时候，就倒立，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。 山菜是你女朋友，你管太多了吧！我不愿意看到她再为你流任何一滴眼泪。磊，你和山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磊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道明寺的兄弟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但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吗？不能！你是个坏女人！我又怎么惹你了？你说，你喜欢我？ 这样你就开心了吗？你就满意了吗？我警告你，山菜是我的人。哦，好啊。你到底？对于山菜，我会像朋友一样，一辈子守护他。山菜如果离开你，绝不是因为董事长的阻挠，而是因为你的决心不够坚定。你还真是敌我不分啊！想爱的时候不敢爱，想追求的时候不敢追求，我一定会遗憾的。 你连事情都没搞清楚，不用想个对策吗？还要想什么对策啊？山菜那个笨女人，哪次受了委屈会跟我讲？还被我妈欺负，我现在就要去她身边。我满脑子都是山菜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喜欢的是山菜。你这个傻瓜，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我的人生里都是你啊！我们年轻人，说爱就爱，这就是爱的力量吧。 说也说不清啊！我还能跟你一块战斗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以后不会再违背自己的内心了。